我几个月就要关了啊。 很快了，关车就关掉了。什么理由呢？因为现在租金贵还是什么？租金有问题，什么都有问题。哦，什么都有问题？来信有问题的，什么都有问题。来信有问题的，什么都有问题。来信的有问题，这边来信有问题。什么理由啊？来信？他会起价吗？哦，样样都要钱吗？要起价吗？啊，关了就不用还了，什么都不用了。哦，什么来信也不用了。 管他什么来信，也不要做就没有啥了咯。很简单的嘛，哈。你是从事了到年了，在这边呢？啊，我这边不久了。哦，你在这边不久了。以前的人更久了。嗯。全世界不要被我都这样，我都不要。不要，我不久了，不要。啊，拍拍他这个。哦，快要不要做了了，你也是。对，没有错，也要退休了。这个年龄也应该退休了，差不多要退休了。 人生短短几十年哦，该退休就退休了。嗯，只要我人生一下了，最后的路程了。哈哈，人生没有几十年了，没有了，我们会讲人家也会讲自己，会讲你咩？你冇是冇讲你，你辛苦啊，今日真侪人今日叫人家你冇得，真衰啊，因为真衰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咧讲讲起就垮掉了。 你垮掉了呀！但我只要找我，我只要，你空空无人相信的。但我只要找我，那边没找我，我只要，哪去就无得了。啊那，咱们这本根本吃的无，跟他顶多不必要的无。所以，你最近做呀？所以，我开掉啊，从银行的。啊哈哈，所以你最近做呀？霸头呀！你再见你，啊那，你最好的啦。啊哈哈，你太。 一站过一个来，我当值啊，一站过啊，七个站过，七个半，10点嘛，啊，一个来当值，讲讲的，只听住个，给你讲死，我不相信。啊，老实跟你讲的，看了报纸才相信。人讲我都不相信，无理由的啊。啊，那我跟你讲，阿米死，佮你咪相信。啊，冇得加下，冇得加水水啊，咩阿米死咯，你帮老定的。啊，这个相信咩？啊，其实阿米算你啦。 在同个来跟我讲啊，你做错就冇讲嘛，跟我讲，你无做做你个代，我老是老了，讲袂到位，那个意外，意外大家想袂到位，一个叫做唔成就意外，对嘛？我讲啊，所以真贵啊，今天这七个啦，真侪人啊，各部门各部门嘛，正，正常个，我冇给。 你也跟你进家了，你说我讲你无听，叫我讲你无听，我不敢讲。下边那边，下边那边。你也跟你进家了，你说我讲你无听，叫我讲你无听，我不敢讲。 听讲你无去都无更好，你买下车你对讲起嘛，说你啊，讲起买房价都无够。有啊，飞飞起来啊！分到时，啊，讲不起了，分期，啊，讲不起了，十五号，马路会晓，还到十五号就十三号八，讲不起几块钱，块二钱，到十五号啦，怎么讲？因为到新加坡啦，到新加坡时啦，咱这边过一片啦，喂。 那到新加坡一包粉粿，咱人一边会才正四十块了，你袂得，伊讲伊十块换三十，其他我卖讲换三十了，啊，等于新加坡粉粿一包十外块，你若到这边会死，马拉后你大个十，啊，我十无人我收了，一工啊两包来一百，一个来爱三千，哈哈，本来三千啊，啊，无帮我收，唔是你卖收，啊，无帮我收了。
你在玩命，那两个都是很天生的，很好吃，很甜，它的料很多，就是靠那包料才好吃，啊，不管是名贵的美金面也好，一百号的明星面也好，都是靠那包料，那包料很厉害的，那包料真的很厉害，不能开玩笑的，真的，还有肯德基也是一样，你吃饱就是常来的，跑不掉的，啊，肯德基也是厉害。